对不对？对啊。大姐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刚刚看到了，其实我看到了，来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。不要，这是你私人财产，我不需要。我知道，只是我跟你讲，这是预防诈骗啊！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是被骗了。对啊，这听起来这么奇怪。我看到对话记录了。不会。我有看到。我跟你讲，不会就是。是真的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们穿制服站在这边，你都不信啊？有枪。对啊，哎，我们制服有编号哎。我也没办法。没有，没有办法啊。啊。是知识分子，我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大学。你先收好。